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超级简单的动作，但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。每天晨起或者是睡前，我们只需要抽出3到5分钟的时间，能够盘活下焦的气血，疏通肝胆经，帮你引气入肾，激活腹股沟，让身体的气血更加的通畅。而且它超级燃脂，能够帮助我们调整体态，它能够帮助我们起到逆龄的作用，尤其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练习，能够让我们的睡眠更好，让你越来越年轻。记得点赞收藏，把细节要领掌握好。这个动作就叫做金刚趴，也被称之为逆龄沙。练习这个动作，首先我们跪坐在一张的垫子上或者是床上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你的床不要太过于柔软。首先我们跪立在垫子上或者是床上，双腿并拢，足背放平，双脚内侧边缘相互的并拢，臀部向后向下坐向足跟，保持腰背挺直，腹部内收，双肩放松下沉，下巴微收，微微的闭上眼睛，将注意力完全的放在呼吸上，保持这个体式3个呼吸，然后把双手放在身前的垫子上，双手向前推，随着你的双手向上推的动作，你的后背慢慢的俯身下来，其实身体和大腿完全的贴合，打开胸腔，延展脊柱，尽量的把额头触及到地面上，饱满的呼吸，去感受腹部被呼吸按摩，帮助我们排出腹部内的浊气和废气，同时让我们的整条的脊椎得到很好的放松和保养。保持这个动作一分钟，大腿小腿尽量的贴合，我们不能因为上身向前趴而把你的臀部翘起来，那这样做就错了。你刚开始可以去趴半分钟，后来可以慢慢的提升到一分钟。好，一分钟之后，我们就缓缓的起身，自然的呼气，一节一节的慢慢的起身，拱起后背，恢复到金刚坐的姿势。这个动作如果你的腰腹部没有太多的赘肉，大家做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也会感觉到比较轻松，但是对于一些腹部比较大、赘肉比较多的人来说，做这个动作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练习第二个动作，仍然是保持金刚坐的这个姿势，脚背平铺，臀坐脚跟。如果你坐不下来，你可以把你的臀下方垫一个枕头在这儿。我们把双腿缓缓的一点点的向外打开，然后我们的手轻轻的向前来到地上，呼气的时候依次的趴下来，手臂向前延展。你可以让额头落到地上，你也可以将你的侧脸落到地上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胸腔、你的后背都是放松的，你也可以很好的去放松、挤压、调整我们整个的腹部，包括我们整个的脾胃，在这里将你的意识带到你的呼吸上，充分的去感受整个身体的放松。如果你的臀部不能坐到脚跟上，那你可以把你的额头下方、你的身体下方垫一个枕头，这里不能把你的臀部抬起来，抬起来之后这个拉伸的力度就没有了。当然啦，这个动作在初次练习的人来说都是有一些难度的，那么大家不用的急于求成，尽量的去练习。如果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脚踝、你的膝盖是非常的紧不舒服，那么说明你的身体能力还是比较弱一些，那我们就去坚持的练习，去练习身体越好，整个身体的机能也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。都说金刚趴是逆龄沙，那么我们练习这个动作，如果你每天在早上或者是晚上来练习，都可以抽出3分钟左右的时间去趴一趴，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气血引到了腰背部。完了这几个示范动作后，你也会感觉到后背是热乎乎的，而且还有出汗的感觉，非常的舒服。练这个金刚趴的时候，我们的后背和颈部的肌肉都得到了拉伸，
气血也会随之下行，一直到腰肾的部位，筋骨也能够得到了滋养，肾气得到了充实，打通了肝肾的经络，能够增强肝肾的功能，把我们上半身比较容易僵硬的部位都打开，像我们的肩膀、颈椎、腰部、背部这些部位的肩都能够逐渐的变得柔软，而且有弹性，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的腰背酸痛。而且坚持金刚趴是一个非常燃脂的方法，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，它的燃脂效果要比跑步要好得多，并且能够起到塑形的作用，身体会变得修长而紧致，让你越练越年轻。早晚趴一趴，我们会感觉到身体非常的轻松，无论男女，我们晨起来金刚趴能够拉伸腰背，阳气通畅，体态更年轻。每天睡前来趴一趴，可以缓解入睡困难，让你睡得更好更香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你不妨收藏起来试一试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